孩子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你带了围巾。爸，现在是夏天呢。你看，我还带来了你喜欢吃的糖。我又不是小孩了，早不吃了。那喝汤，我煮了汤。哎呀，爸，我还忙着呢，你先回去吧。可是孩子，我想你了。我真的想你了。爸爸。